带猴子出去玩了，哎，带猴子出去玩了。大家好，现在来到维加斯市中心主街的这个梅西百货，来带孩子跟圣诞老人拍个照。He looks great. Thank you. That's it. 有点尴尬。猴子哭了，给他放个尿布去。大家觉得这边怎么样？阿斯的梅西百货，就跟国内的商场差不多。大家好，今天来到这边是大圣诞树，这边孩子都在这边拍照，拍一下二。看我们家这个气氛组，这个小玉气氛组。就是出来是圣诞老人，小玉。Turn off. 哎，大家看这个巨婴。哭成这样躲到妈妈怀里面，这一岁长那么大，但是其实还是个宝宝。前一天我们来逛逛这个第五大道，这个商场跟国内的我感觉都差不多。这个第五大道是就是有一些二手商品，就带老婆来，就是怎么也，就你要钱要带过，没有钱不行。他这个第五大道就是很出名，对，就是那个奢侈品打折店。这车子有点小了。对，它那个泡泡头很，它反正是一长。反正这个就是可以淘点货，这家店。这家是那个奢侈品打折店。对，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联系我。
这边有香水，有鞋子，有包。眼镜。对啊，小姨，是好看啊，这家我早就听说过了。还蛮好的，这家还挺好。随便就摆一只吗？你是看中了，然后问他要第二只？对，他就按照码数来的，按码数放，就根据你的码。走走走。放一下吧。特别好看。他这架就是，可能就是下线了。可能不是当季的。不是，也不是不下行，反正他需要一个渠道把这些豆得动一动，出掉啊。挂码。嗯。挂码一个。不是过季啊。这双蛮好看的。而且根比较低。一买上东西都正常了，都不哭了，都开心了，都开心了。Not today, not today. Okay. It's Christmas Eve, right? Yeah. 是吧？